如果您搭乘飞机前来加拿大，为了确保您顺利入境，您应该了解以下变更事项。它称为电子旅行证 ETA。 您在搭乘飞机前往加拿大之前，可能需要取得 ETA， 美国公民或持有效签证的旅客除外。您可通过简单的在线流程取得 ETA， 安全可靠。您需要输入基本个人信息，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，然后提交您的申请，费用只需7加元。获批后，您的 ETA 有效期为5年，或到护照失效日期为止，以先到期者为准。为了确保您能够搭乘飞机前往加拿大，您需要使用申请 ETA 所用的护照旅行。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见 canada.ca ETA。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讯息。